你小心啊！好，你小心啊！秘书处新的秘书处帮你们收的，刚刚已经有接的，已经有出案了。我们跟新的秘书处讲了一个礼拜，蒋万安选前就来找我们。蒋万安，你一个笑料就这样子吗？蒋万安，我们对你寄予厚望。不要再推了，是警察来推，这样不要推。我不能来管你吗？不能管你吗？那你们不要抗议。是开放，是不是不要抗议？市长致辞，请柯市长致辞。Departing Mayor's farewell speech, Mayor Kerr, please. 马前总统，还有黄大州前市长，还有我们行政院的沈荣金副院长，
蒋市长、夫人及各位媒体朋友、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今天是台北市第八届市长的宣誓跟交接典礼。那为了让市政可以无缝接轨啊，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进行了各项业务的交接工作，期许蒋市长跟新任的事务团队持续带领台北市往前迈进，引导台北成为一个更美好宜居的城市。那台北的光荣是集结众人的智慧，那历任市长跟事务团队努力之下的成果，从吴伯雄前市长将深圳行政区合理化，任内台北捷运开始动工，黄大洲前市长打造的大安森林公园、基隆河捷运取直，还有拆除这个中华商场，这些都是相当困难的工作。那陈水扁前市长任内台北捷运开始营运，那降低行政柜台的高度，让政府与人民之间可以更加亲近。马英九前市长建置了市民运动中心，推动垃圾随袋征收，这也是相当困难的。郝龙斌前市长建置1999市民当家热线，引入 U-Bike 系统，提供市民便利的接驳工具。那这些市长及事务团队的努力，为台北的宜居永续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八年来，我以开放政府、全民参与、公开透明当作一个政治理念，引进了策略地图、零基预算、公民参与、财政聚力、TOD、EOD、智慧城市等政策及理念。财政上，我们八年还了570亿，处理掉了227亿劳健保的争议款。公民政治上，我们建立了三大委员会：青年事务委员会、公民事务委员会、廉政透明委员会，邀请市民朋友参与市政议题的讨论。新创产业方面，我们打造了很多个多元的新创基地，都市发展上以 TOD 跟 EOD 事实上已经擘画的下个世代的城市蓝图。文化创意上开阔微翔博物馆，让整个城市都是文化历史的展场。在智慧科技方面，现在已经有大数据中心了，我们可以用更有数据的基础来决定政策的推广。环境永续上落实 SDG， 提出了台北市2050净零排放的行动白皮书。那在今年6月，台北市议会已经通过的2050净零排放的自治条例，我相信下一任政府大概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开展这个净零排放的长期的这种政策。那面对庞杂的市政哦，我们常常遇到很多困难。那我和蒋市长要分享一个重要决策标准。我们常常在市政会议的时候，每次遇到困难问题开始辩论的时候，我都问我的同仁一个问题。如果50年后再回来看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决策？每次我当这样回答的时候，奇怪，那个政策就相当清楚，应该选哪一个？那市长是有任期的，但是市政是延续的。市政发展是一棒接一棒的工作，我们祝福蒋市长及新任事务团队继续以正直诚信当作行政的原则。最重要是不要为了短期利益牺牲长期利益，不要为了少数人利益牺牲多数人利益，更不要为了政党利益牺牲国家利益。那就从现在的市政基础出发，继续累积整个台北市的能量，解决居住、生活、就学、就业的实际问题，那让居住在台北的朋友以台北为荣，让我们所热爱的城市在世界发光发亮，展现台北的骄傲。过了此刻，我就卸任市长，回到台大院任职，将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继续以专业为这个城市、为这个国家努力。进步城市的脚步是不能停歇的，在此祝福及鼓励新的事务团队带领台北市继续前进。再次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有伟大的城市市民朋友，台北才能够成为更好的城市。谢谢大家。谢谢柯市长，谢谢柯市长的勉励哦，还有他过去八年带领同仁们努力与贡献，非常感谢您。